挺不错。就这样啦，隔壁看片都很大声啊，又不是第一天了，很正常啊。他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就是逼真的感觉，临场感，所以都会放比较大声一点。哦，这伤害不错哦。哦，这天这样可以哦。哎，可是怎么感觉不太痛啊？至少先把一只打死吧，怎么那么痒啊？啊，痒成这样子，怎么玩？不认识啊，真的没看过啊，真的没看过他，真的不认识。是不是要一直开地精的技能？蛮少玩这队的。其实不用，这边两度。这应该是过。这队有什么剧本吗？因为我也不知道这队要怎么打。嗯，先撑过七回合。这有剧本吗？一直不开技能，哎呦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开技能啊。我跟这队不太熟啊。每回合开地精没有剧本呢，完全靠手转是不是？真的还假的啊？完全没剧本。怎么可以这么痒啊？是我的萨鲁曼带错了吗？还是他真的就这么痒？好烂哦，烂到一个不行啊！干，真的是娱乐队，烂到一个不行。是不是要开那个啊？增伤啊？我好像都没开到。这边应该是不会锁我的萨鲁曼吧？啊，还锁了一只，两倍，然后开这个，有点痒，哦，可以，这边我过一只。慢慢磨，慢慢叠。欸，这队伤害好低哦，低到一个不行。我好像快挂了，先补个血，一组新珠直接回满。
好，要满血才比较痛，满血才有最大倍率，真的假的？早点讲啊，大哥。我这边来先问一下这个下一关的技能要怎么开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先讨论一下，看要怎么开。下一关的话是开龙科吗？如果不开龙科是不是会死？我觉得不开龙科会死，所以我自己觉得这边必须开。我先开这个好了。好，这边先延迟。这边一封地精全开。可是我这边如果开龙科，这个光珠锁定就等于没伤害啦、啊。对，再开转妖族符石啊？有转妖族符石吗？没有这东西啊，没有转妖族符石啊！你以为是幻化、啊？这边的话，可以锁定吗？我这边先把光珠弄掉好不好？先把光珠弄掉好了。这样打是吗？干，这样会死？为什么这样会死？固定扣血是没办法的。第一次就要龙科哦，靠腰。算了，吃个石头，这个好像有点难无解，有点无解。你们应该不会介意我吃这颗石头吧？固定扣血好像没办法哈，固定扣血好像一定会死，固定扣血无视减伤，那没办法。会。我管你们的，不管了。这边的话就是，反正没有那个，反正就算我觉得天降暗珠也打不死他啦。这对伤害那么低，在这边磨到技能跳起来吧。这边可以磨啦，因为下一关的话。打六万多也不会死，我看一下啊、不过下一关我自己觉得有技能的话还是可以先开吧，不然这血量有点多，有点打太久。哎，第二次龙科应该开在哪边啊？各位
龙科王二啊，王一嘞？王一的话没有那个新珠哎、欸，会不会死掉啊？啊，我不就要一直叠珠，又要一直叠。好痒哦！我看一下。王一，王一，我小到光，看一下王二比较好。王一，王二，王一，王二，嗯，到底要王一开还是王二开呢？因为王一的话，他没有新珠哎、欸，他每回合都是这个固定版面，那我是不是很危险？而且我很容易会消耗新珠哎、欸，不然很容易会消到那个。我觉得王一开会比较好，个人觉得王一开比较好。是不能开，你看这边很危险，应该王一开会比较好。靠北，不然你看我都会转到啊，都在干嘛？你看我都会转到，看我真的有问题，我真的有问题。我都会转到、欸、怎么办？这个我真的有障碍，他真的出了一个我真的没办法的盾。干，又转到，这真的好难哦！不能开地精就没新珠，是要开什么地精啊？你们帮帮忙！最后一个机会，干！哦，我真的是没办法、欸，这盾我真的是有障碍。我这个真的我不会转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龙科开了就有救咯。等一下，四回了，靠北那么久。哎，还没有按住。我看一下啊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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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机会。哇、哦，这个真的有障碍，还是我转的位方式不对，因为我只会甜甜消而已啊，我只是甜甜消而已。
就两下应该不会死。好难哦，干！我连甜甜要转播，哎、欸，五秒而已哎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只有五秒哎。哇，你当我是怎样阿克雅队是不是？换个方式转好了。不行啊，我真的，这个盾我真的不行，一定要看看靠转板的会比较好。我真的是有受不了。我真的只能这样子转。问题是这样转又不会攻击，干。诶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如果这样子嘞。一 combo 打得死吗？打不死 ，OK， 非常的危险。开个这个好了。好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对这有障碍，有动力了，有动力了，有动力了。看到这个凯哥的赞助，我就有动力了。懂我者，凯哥也啊。好了，来到这个地方哈，我压力就小一点了。我最怕的就是第一关那个东西而已啊，这边的话我就不怕了。知我者，凯哥也啊。先打他一波先打他一波。有点机会啊，有点机会啊，各位，再打他一波。真的很大的机会啊，各位。这边先想办法把这个水火木先消一些掉，有点太多了。水火木消一些掉。当这个水火木比较少一点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直接打吧，反击也没差嘛，回得来哈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直接把这个，哦，给他反击没关系。像这个版面，我觉得就很适合开一波爆发打死他。哦，像这个版面的话，他才打9600而已，你不用怕，给他反击。反正你就算消到水火木，他也不会回血嘛。等一下，他会回血。干多打，干要多打了。那这边不能消到攻击猪，这边不能消到攻击猪。好，没有消到攻击猪就可以开一波爆发。
有了有了，有点机会，有点机会。那这边的话哈，不要消攻击珠哈，我们直接这个。完美啊，各位，完美，完美，真的完美。回血，这个水火木有点多，水火木有点多。完美，完美，再开一个。五秒转珠真的是这一队很大的一个致命缺点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不会被五秒转珠干打败的。准备好通关了吗，各位？猎鲸队未临时通关哦，也算临时啦哈。也是算零死啊！嗯，这边的话，这边不要天降暗珠，不要天降暗珠 ，OK， 跟他说拜拜吧。我懒得再切了，把这个攻击珠切一切，他就过了。哇，这对干最难的，我觉得就王一那个地方，王一那个地方超烦的。好啦，地精队通关。